是什么力量？是一座建筑，历经了921七级强震，依然屹立不摇。是多少信念的凝聚？是必须花费30年岁月的建设，在短短10年之间卓然有成。是怎么样的坚毅，使出现才1年的建筑，就能与矗立1000年的布达拉宫、圣彼得大教堂并驾齐驱？公元2001年，中台禅寺落成了。在世纪交替之际，这栋巍峨的心灵地标已经庄严地坐落在世界的地图上。现在就让我们带领您一探中台世界。一进中台，早已经深入了佛法的玄妙。用心体会，触目所及的建筑，处处透露着无上禅机。在中台，佛陀教法与建筑理念环环相扣，禅寺的轴心是一座令学人顿悟自心的禅堂。建筑两侧拾级而上的大小天梯，代表菩萨广行六度的建修。中间层层向上的佛殿、宝塔以及摩尼宝珠，意味着圆满的佛国。中台禅寺的每个角落，都刻画着老和尚以相表法的深远悲心，象征法身、般若、解脱三德的山门，门上佛、法、僧篆刻不断，代表着三宝住世。四天王殿中，千年的印度老坛，虔诚地供养十方诸佛。高12米的天王分镇四方，威严的气势，不断提醒着世人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2楼的大雄宝殿供奉着释迦牟尼佛，背光中一尊尊化佛流露出世尊往返娑婆世界，不断化导众生的慈悲。主殿堂两侧，一边是守护寺院安宁的伽蓝殿，一边是传演中台法脉的祖师殿。5楼的大庄严殿是做诸佛海会的莲花藏世界。手结说法印、身着千佛衣的卢舍那佛，端坐在一花百亿国、一国一世家的千叶莲台上。顶端的台湾彩绘结合了敦煌艺术，更辉映出报身佛土的圆满庄严。9楼大光明殿的光鲜星空下，
是正直端严的毗卢遮那佛，银白洁净的佛身，代表着人人本具的清净法身。大光明殿外辽阔的石像台，两旁矗立着由维觉老和尚指导设计的中台席帐，柱身雕饰九龙盘踞，祥云下刻有经文，顶端的大圆镜制象征回小向大的菩提愿心，更将中道实相的信念弘扬于天地之间。来到万佛殿，犹如进入佛法界，四周的药师佛顶光采用有光无热的光纤科技，殿堂的中心一座以木作打造的药师七佛塔，完全以现今罕见的大木作功法构成。宝塔外围刻着《金刚经》经文，塔内供奉药师七佛和木刻的500尊罗汉。这座塔寺中的宝塔具足了佛、法、僧三宝。两旁的大帷幕玻璃面临强大的风力及地震，可承受前后高达43.9公分的位移。无框架的帷幕玻璃如同一面明镜，使人能清楚看见端立其中的药师七佛塔。地下一楼长达50公尺的马赛克壁画，是一幅构图生动富宗教意涵的镶嵌艺术。维觉老和尚将大小圣教法的8项成道融合成为中台禅寺特有的9项。纯熟的镶嵌技法不仅生动地拼贴出佛陀成道的心路历程，更将诸佛种种慈悲的视线深刻地镶嵌在求道者的心板上。菩提文艺道上沉浸厚重的石刻经文与灵动雅致的现场挥毫，交织出丰美的艺术响宴。一道道遒劲的挥洒，一笔笔流畅的行文，海峡两岸的书画名家借由笔墨在此交流。一面面碑文，一阵阵字画，保留了佛法艺术的精髓。透过艺术鉴赏，佛陀的智慧轻轻敲开了思维者的心扉。东西两座国际会议厅不时举办世界性的学术研讨会，使佛法广涉知识界的各方精英。除了气宇轩昂的主体建筑，禅寺四周更围绕着佛陀初转法轮的鹿野园，随着因缘变化的华林园，以及佛像处处林立的菩提公园。维觉老和尚借着种种的设施，将佛法一花一世界、一叶一如来的道理巧妙地融入周遭的环境，由外境反照内心，使置身中台的友情都能亲身感受山河大地皆如来的奥妙。不论是主体建筑或是庭园景观，在维觉老和尚的指导下，都是由出家法师及护法居士共同建造。由于建筑设计的创意和施工技术的创新，中台禅寺荣获了2003年国际灯光设计卓越奖及2002年台湾建筑奖，使这座佛法重镇不仅切合宗教关怀，更展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。
座生机蓬勃的丛林道场，除了以象表法的宗教建筑之外，更有见识深远的大善知识，汇聚十方的发心，以教理、福德、禅定培育僧才，延续着佛法的命脉。南众佛教学院的课堂上，学生正专心聆听教诲，借由例行院规，对上以敬，对下以慈，对人以和，对事以真，学生熏修教理，更陶冶心性，修行就在一言一行中落实下来。今日跳跃在键盘上的指尖，来日将化为接引友情的千手千眼。学习善用科技，是为了学习菩萨化身千百亿，广度诸友情。中台女众佛教学院遵循导师上为下觉大和尚的指导，所有课程在佛学的基础上兼具视学的培育，每天一支香的静坐，以及佛学纲要、经论研讨和普利人天的梵拜唱诵，使学生更能体会佛法的和和无争。视学方面，则有涵养心性的书法练习、佛教艺术的介绍与认识。How about we say free?And free. 和具有国际视野的英文训练，透过完整的佛法教育，使学生成为德性兼备的全方位僧才。百丈禅师有云：“一日不坐，一日不食。”功德园中，僧众正采收着时鲜的蔬菜，一齐齐茂盛的田地，一颗颗饱满的高丽菜，都是修行僧众最直接的功德福田。